现在是采办经理，这个行业地位其实很难讲，对吧？这个我就介绍一下，就蓬莱巨涛吧。这个蓬莱巨涛呢，就是现在呢，就是在我们的几大主业，一个是海洋工程，一个是矿山机械。我们现在跟澳洲这个必和必拓还有力拓在合作，做这个矿山机械的这个采矿设备。还有一块我们跟这个像索菲克、国民油井啊，做这些单点，这当然也是海工。再一个就是中海油，我们现在做这个海油项目。这个在这个我们公司的成立时间不是很长，应该是到从2005年到现在，应该是7年的时间左右。但是现在这个在国际上，我们合作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比较多了。那我们是壳牌的啊，包括少呢，我们就是。jacket， 底下的导管架，上面的这个平台，我们重点是在海油设备里的这个，应该是钻井设备，不是采油设备。我们用这个 HGG 这个吸管机呢，主要是用在这个海洋平台的导管架的这个建造这一块，用于这个叫拉筋管的这个相关线的切割。这个因为这个工作量比较大，因为这个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伸手导管架是应该是最大的是35000吨，这边有大量的这个拉筋管的这个马鞍口要切。这个初期的话，我们是它的重要性就是说，因为这个最终的切割精度，你会导致整个这个焊接工作量的大小直接影响，而且这个相关线的这个焊接工作这一块，因为这个焊工的级别是要求相当高的。应该是国际上认证的6G2，一个是工作复杂，工作量大。如果你切割精度不高的话，你焊接工作量就会加大。在一个切割精度不高的情况下，会影响到整个这个建造的这个周期要拉长，因为你要进行修补，保证这个最终产品的质量，你的很多工作量会增加。再一个，这个产品的稳定性呢，因为每天都要大量的管线要切割。所以这个产品的稳定性很重要，因为你不可能买很多的设备放在里面，对吧？一个是资金占用，再一个场地占用。重要性来讲呢，就是说没有要如果这个台设备不够稳定，切割精度不高的话，会影响我们整体的效率，甚至我们业主对我们的质量的质疑。操作的便捷性来讲，我看这个操作手的培训比较简单，基本上一个星期就可以学会这个操作。再一个，我看系统参数的调整也比较方便，界面比较清晰。这个我自己去调整过参数啊，最初当时那个马钢口切割不出来的时候，我调整过一次，这个还是比较方便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保证效率的前提，就是这个产品的质量稳定性。